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以 PQ 这两点呢为端点哈的直径啊，以线段 PQ 为直径，它的圆的方程式为何？那我们就先把它的圆心找出来。圆心呢，就是这两点的中点，这两个加起来除以二是一，这两个加起来除以二是三啊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它的那个圆的方程式，它这半径多少？这个加这个就是这个根号哈，二的平方加上多少？二的平方，所以这是二根号二。所以圆的方程式就是 x 减一平方加上 y 减三的平方，等于这个平方是八了，所以答案就是这个。